给老师看的那个 Rams 跑完的最后一笔，然后去把外面的那个样先把它删除，然后对，然后已经有跑出来，但是它 minimize 完之后，它样又会跑出来。哦，要再试一次吗？那就是等这个跑完再试一次，因为我看都是基本上表都是面的样，对，然后都是两颗两颗，这边都是两颗两颗就一起跑出来。这个在 mini 买就会这样了吗？没有以前。minimize 不会，minimize 都是聚，就是它 会比较明显看到它往表面聚。其实 minimize 不太懂，这一次的 minimize 已经不太懂了，因为之前一次的 minimize 它就是它会往表面聚，感觉出来啊，到这边就收敛。然后比较会飞掉的就是这些样，对，几乎都啊，是它 lens 外面。有一个指令哦，就是 close contact，好像比例等下可以把你两种，你可以选 tab，然后这个 tab 靠近多少就把把它其砍掉。中一个给自动砍掉。哦，我去看一下那个指令。对，就算跑出来的，我看一下，你还有是怎么删掉？跑出来的。就今天早上还没用的那个，这个，然后就把它圈选，然后再够去，不够哦？对啊，今天是，这个是这样做，我再回去看一下老师还有没说有的那个，更好的方法？我试一下老师说的那个。或是设一个 region 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把外面一卷外面那些比例抹掉。半径外面，好，应该可以。对，其实这个合理啦，因为你切成 nanoparticle，它表面会重构嘛，重构这个氧可能靠很近，会不稳定。但是因为这个是人为创造嘛，自然界可能就是真的这些氧不能在这个系统里。对，它会一直出去。反正大致上。内部的氧都是正常的嘛，切片一下。记得是正常。对，这只是在平衡位置震荡，不会崩溃嘛。就是表面的位置对啊，那应该可以啊。我再试一次啊，就是，我顺便试一下老师那个指令，然后把这个外面的用掉之后，我再跑一次，然后之前上次创的那100个，这100个有进去算。但还没算完，这个161，这些，100个都在排队。对，我这些算，我看有几个已经跑出来的，是都还蛮正常的，就是没有，结构都很正常，对，就是做两次，minimize，还有八十 x 嘛，对，就八十 Hz，然后压先抑，给他一个让他再把你压回来，然后再用压，对。一次再用零一的嘛。次零的，对，然后第二次的就收敛条件设高一点，对，就是他们 relax 的硬的，然后把它的那个老师是我们是最后就是比较这个 final 的 energy。这个是 force。对，就是我们知道比这较这边个，就有了有上面有偶尔输出出来，第三个，然后我把它的那个角度也有输出出来，就到时候就可以把它一起弄出来。
然后，对，那这边就是在等这100%，然后那个是之前那个 Fono 的那个 Map，对，Fono 那个 Map 我有去找到资讯，就是它这5个值是 X，这边是 X 坐标，然后 Y 坐标跟 Z 坐标，它们的排序就是 X 坐标上的第几个原子。然后这个是 Y 坐标第几个原子，然后这是 Z 坐标的第几个原子，然后第四个是 supercell 后的结构对应到原始结构的哪一颗原子，对，然后最后面这个就是那个原子编号，这总共有256颗，然后 X 坐标、Y 坐标跟 Z 坐标，然后它的最上面这就是总数，那这个是要做什么用？给那个。他计算那个 LAMMPS 那个 Fono 的时候，最后话他会需要一个那个 Map 点印，对，他，就招全他们一点这样做。对，只是那个时候好像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主要那个时候是说，这个他是说这一个是乘数，对，然后我后来我去看，他是要从 supercell 的结构去对应到原始 unicell 的那个。第几个原子？对，所以就是这边原始是四个，我的 unicell 是四个，它就是0123，然后会一直重复排下去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要去比较它的坐标。然后这个我有，这两天我先有用那个 Go 写出来，就是跑这个就可以把设 data 计里全面，部弄好。对，就是会直接排好这个。就是可以从，我是直接把这边坐标全部去比大小，然后再对应回去它的原子编号。对，就是说这个编号这个位置要改变。不用改变，但是他要知道是第几个。就是他给的是，他是把整个晶格变成一个，就是有点像切成方块，但是你就要告诉他，像这个就是我用的那个结构，就是你要就告诉他，这个是 X 轴，这一条是 X 轴，然后都是用整数来分。对，用整数来分，所以就是像这一颗是负四，然后 X 坐标是负四，所以它是 X 坐标的第一颗。其实也是 K-Point 的意思嘛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但是它就是要，第几颗要按照顺序来变。对，对，所以我要去抓它的坐标，然后去排序，再把它排回去。所以这个我是刚刚才写好，所以现在这个应该就可以用。我下午会去算那个 LAMMPS。你 QE 的已经算出来了吗？对，QE 的就是上次有给老师看结果。它跟实验接不接近？我有找到一个图，好它像就跟实差验不的多。图叠在一起。有一个好像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差一点点。对，因为我还在因为 pick 找。对得上就很准了是，，pick 对得上就很准。根据我在这里。我找一下，因为我忘记我放在哪里。我等一下找一下，我再去对一下。